科技的进步与反思。浩瀚的宇宙中，在太阳系中的美丽地球是目前得知唯一存在生命的天体，阳光、水源、空气孕育了上百万种生命，不同世纪生物的演进代表了进化与物竞天择。当人类登上地球这个舞台，地球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。火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火产生光和热的能量，带来温暖与无数的生存契机。当人类尝试着在黑暗中能如白昼一般的保存光源，进而发明了人工日光，从燃烧蜡烛油纸至发明钨丝灯泡、日光灯，让人类即使在黑暗的角落也可以因为有光来继续延续美好的生活，这是世界上最亮的发明。但在进步的背后，却也引发无数的生存危机。废灯管、废灯泡造成水源污染、空气污染、环境污染，无数资源被浪费。传统灯泡使用寿命有限，且耗电量高，无法重复利用。能源耗尽无法重生，传统灯泡的制造过程中需要消耗无数的地球资源，而这些资源大多是无法再生成的。这些污染造成了地球的浩劫。21世纪在环保爱地球的潮流下，云长科技 YCCTEK 领先业界，打造出新世纪之云长高阶无电极灯，为人类带来全新完美、高效能、高环保的科技之光。云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，拥有最新的专利技术与精英团队，是台湾研发生产先进环保节能照明高阶无电极灯系统的领导企业。云长高阶无电极灯内部没有一般传统照明灯必须具有的灯丝或电极，仅由一个空心灯泡和一个电磁感应耦合器及专用的电子安定器组成。从灯泡设计蓝图中可看到完美的产品成型需要融合多样的技术，从电偶棒技术、安定器技术、固态拱旗技术、光谱配光技术、双椭圆芯调光配光技术、反射罩技术，每一样技术的背后都代表着云长的用心投入以及环保、爱地球、保护自然的信念。云长科技 YCCTEK 以顶尖的技术专注打造顶级灯泡，才能让产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光芒。用心呈现，点亮新光源。云长科技 YCCTEK 目前已经研发出多款产品，提供客户安装在合适的场所，包含各式高阶无电极灯灯泡及安定器组系列、室内用灯具系列、室外路灯、投光灯具系列。专用灯具包含加油站灯、防爆灯以及太阳能及风力发电组等系列。一个云长 YCCTEK 高阶无电极灯灯泡的使用寿命几乎可以抵20至30个传统的水银灯加起来的使用寿命，能立即解决废灯泡的污染及地球资源能源的过度浪费的严重问题，对环保的保护将是一大贡献。在使用上，无论安装在哪里，都能让使用者感受到发出的光色有如阳光一样自然、舒适、真实，透出的光更可达到高显色性、低眩光、低紫外线的世界国际标准，输出功率稳定，
功率音速更是达到 0.99 的最高等级，加上如阳光般的持续发光，毫无频闪的问题，灯泡内部的磁场感值非常微小，即使长时间处在灯饰照明下，也不会有电磁辐射干扰及头痛不舒服的状况产生，让人们更能享受优质的视觉环境，给予真实光的实际感受。云长之光完美实境演绎。21世纪绿色节能照明的新主流，云长高阶无电极灯能为使用者降低哪些费用呢？云长 YCC TEK 高阶无电极灯100瓦就可取代500瓦的传统水银灯，节能率高达80%。云长 YCC TEK 高阶无电极灯点灯温度比传统高瓦数的水银灯、负金属灯、钠光灯低了200多度。云长 YCC TEK 高阶无电极灯灯具设计时采高强度结构、轻重量化设计，施工维修容易又安全。10安培的无熔丝开关可以配置18套100瓦的云长 YCC TEK 高阶无电极灯，比传统高出6倍之多，配电成本节省高达50%。云长科技 YCC TEK 拥有能源规划服务业的专业资格，可以有效帮助顾客减少耗能，降低企业成本，是各大企业机关团体用电的最佳选择。